在进行这些所谓仪轨啊向上仪式的时候，要演练，要演练。一个功德主上来，他是我们的贵宾，我们的主要的灵魂人物，所以你不能放着他一个人走过来。那金刚护法也不是摆着好看的，这时候怎么样牵引，怎么样接待，这表示一种庄严，一份荣耀就这一份庄严啊。所以向上啊要演练，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你会去微调，它就变成文化。文化是因为时空而来的，我们认为这样子才够庄严，那你就这样做。那另外一个民族或另外一个族群，他可能认为这样才庄严，那就这样做，都对，没有对错，不要比较啊。但是我们一定要微调到最完美，我们认为这样子是最尊重、最殊胜的一份荣耀，那就对了。向上要演练，微调，体上啊要摸索，要超越，这是有不同的、哦。在本体上，你一定是慢慢摸索，自己慢慢去感受，然后自己要去超越。跟向上的微调不一样，向上比如说刚才没有忘了，不要紧，下一次我们改进，就调整嘛。向上你看得到，我们叫微调；体上你看不掉、看不到，也是微调啦。用词啊，意义是一样，但那个微调是在超越。我这次要比上一次好，下一次要比这一次好，当然都是微调没有错，但那是一个本质上的一种进步，所以叫超越。那向上呢？啊，没有我们这样去嘛，啊，多余的我们拿掉嘛，所以在向上来讲，我们就叫微调。其实意义是一样的，但是本体上是抽象的，所以我们叫无尽的超越。那向上呢，都一直在调整，一直在调整，这样子摆得不好，调一下，调一下嘛，调一下是不是超越了？当然比刚才超越了，所以向上啊，我们叫微调；体上啊，叫超越。要一直做微调，一直做超越，所以有时候会并着讲，好像都一样。其实一个讲向上，一个讲体上。佛教在要求的就是本体的部分，修行啊也是从本体下手。向上要不要启用啊？看因缘。有时候该启用我们就启用，不必启用啊就算了。譬如说我们不显神通，不显神通，该显神通你不显神通是犯戒的，知道吗？不该显神通，显神通当然是犯戒，你知道吗？譬如说我是修行人，我考了医生执照，我是个合格的医生，那我可以行医吧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是个修行人来行医的时候，人家到底是来跟我修行还是来给我治病，你又看不清楚啊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修行人有这个执照他也不用，可是在那个重要时刻、关键时刻，你必须出手救人。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，你没有执照的话你就秘医，你有执照的话你就在行医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那个关键时刻他就要出手，神通也一样。所以我常跟各位讲，医生治病其实是神医，是神通啊。这个人有病，那你出手他好了，那不是神通吗？那你说你给他吃药跟他治疗不算神通，不然你去嘛，看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留意到这戒律就是这样啊，戒律不是在那边啊，蚊子可以打不可以打了，
不是那个东西啦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诸恶莫作就是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更重要、更提高的是什么？红尘中一切不该做都不能做啊，法界中一切该做的都要做啊，这才叫戒律的终极目标嘛。所以刚开始啊，我们是从蚊子该不该打的问题啊，到最后呢，就是法界中所有一切该具备的要具备，关键在这里啊。所以你不要一直停在最原始的，怎么样把自己一直往上提升，所以我叫做无尽的超越。我们也希望各位来到这里，真的把这个法叫做法的东西学起来。很抽象，可是也很具体。可当你抓不住的时候，它真的是师父你说什么我听都没，知道吗？不要怕，听不懂，下辈子你就听懂了。当初我在看佛经也都看不懂，只是把心一横，我一定要把你读懂。读一本不懂，读两本；读十本不懂，读一百本，读到懂为止。不小心你就通了，不是懂了，就这样子啊，没有为什么。所以修行也一样啊，不会再练习，不会再练习，我总要把你练习到会。那会就不是会了，因为已经很熟练了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还是孔子讲的，学要实习之啊，学一次就可以了，要一直练习，要练习多少次，练习到你通过为止嘛。关键在这里，我们看第二个字习，练习，一再的练习，不是学，学懂了一次就好，再学第二次你就无聊了，再学下去你就好了，都懂了，我背给你听了，就变这样了。学习是知识的，练习是生命的，知道吗？老菩萨们天天在诵弥陀经，孙子都说你被阿弥陀佛留级40年了，是吗？那叫反复练习，反复练习，练习什么？心灵频率的稳定。因为几十年下来，你以为没怎样，那老菩萨都有舍利子啊。你要知道啊，40年没有一天缺席哦，看你能不能啊。你不要以为人家40年、50年都这样天天练，好无聊哦。你撑得住吗？你想想看，这是无量无边功德啊！我常常讲说，我们再试一试看。不要说从幼稚园开始啊，从小学再读到大学毕业，看你再来一次，看你有没有可能。为什么不行？不稳定。以前为什么稳定？无知嘛。你现在为什么不稳定？因为太聪明嘛。 IQ 越高的人越不稳定啊。所以你不要怨叹自己不够聪明，因为你的善根比别人高，听懂吗？不要只看到自己的缺点，你有很好的优点在。下面啊，是讲这个善知识啊。这个地方开始啊，他就说你是菩萨了。刚开始前面我们都讲善财童子，你也是善财童子，现在要说你也是菩萨啦。你看经文上面讲，
菩萨因善知识闻一切菩萨行，菩萨因为善知识才能听闻一切菩萨行，不然你听不到。因善知识成就一切菩萨功德，因为善知识，因为善知识教你嘛，你才能成就一切菩萨功德。因为善知识教，所以你才出生一切菩萨大愿。这个愿啊，我要跟各位讲啊，菩萨大愿啊，这辈子做不完啊，你不要发那个愿都你做得到的，要发那个你做不到的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就要发。你说啊，我家那两只业障鬼我都度不好了，你怎么把它变业障鬼啊？对不对？那是你的问题啊，你自己要怎么样修正自己，别使他们变成菩萨。所以我跟各位讲 ，A 师姐、B 师姐的问题，你一定要去思考啊。你自己是个 B 师姐哈，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缺点，你知道吗 ？A 师姐本身她是，她要做什么先想一想，先想别人，我再做。所以她听闻佛法回去以后想一想。持素很好，诵经很好，但是我要持素，别人怎么看？哎，我先满足别人，所以我持素不讲，啊，菜也照炒，那肉啊都夹给先生、夹给儿子吃，他自己只吃肉边菜，不知道啊。几个月以后，大家都觉得怪怪的。为什么怪怪的？因为第一次、第二次你不知道啊，生活中的事谁注意到？可是经过三个月、半年以后，大家看看，妈妈你怎么都不吃肉啊？就会留意到嘛，不会那么无感呐。啊，妈妈说年纪大了哈，应该多吃素。吃肉吃太多哈，容易老化。为了美容嘛哈，哇，美要美爱美，爱美也要健康，关怀就来了，相互的关怀。B 世界又不是啊，一回家冰箱一打开，这个鱼很臭，垃圾桶一丢，晚上吃饭啊都没肉。先生说我买的鱼呢，垃圾桶，新鲜的呢，很贵呢，吃人一斤啊，要还人半斤啊，不能这样，那是业障啊，开始就吵架啊，所以全家都变业障鬼啊，光吃一个素你都搞成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说 B 师姐的案子你一定要留意，而这种人 ，B 师姐这种人，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，永远都是全家人的错，那就完了。他怎么改进？从善知识这边所学的，你能接受吗？所以他只有向上，体上他得不到。A 师姐就从体上得了，然后经过两年以后啊，全家都能接受吃素，所以呢，他们从初一十五吃素，一直到六斋日，一直到干脆都吃素，啊，你们要吃肉到外面去吃，全家都改了，大家都高兴了，啊，你不会的就搞到啊，全家都完蛋了。光是一个吃素的问题你都搞不定，你说你学佛会快乐吗？所以 B 师姐全家都是业障鬼，人家 A 师姐，我们家菩萨，老菩萨，我们家小菩萨都是菩萨，为什么你家都是业障鬼呢？关键就在这里，你从向上学还是从体上学？ A 师姐的家里啊没有诵经僧，可是他天天都在做功课。密师姐呢，
在做功课，全家每天都在世界大战，因为他一定要做向上功课嘛。A 师姐做体上功课，她做功课，大家看电视的时候，她就进房间去了，坐在床上做功课，也没人知道啊。当有一天人家打电话来的时候，这孩子啊，孩子就是孩子嘛，棒一脚就把房间门踢开了，结果一看，妈妈坐在上面干嘛？啊，捏手捏脚的就把房门关起来。回答对方说：“我妈妈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。”对方就跟他讲：“啊，应该在做功课。你告诉他，我是黄师姐，请他打给我。”哎，黄师姐，妈妈当然被吵醒了，不做功课了，出来了，大家在看电视。小朋友就讲：“黄师姐找张师姐。”他打电话过去啊。没有啊，那是我家小菩萨啦，他跟老爷啊在看电视。哦，老爷小菩萨，改了嘛，全家都欢喜嘛。孩子们家里一家大小也知道有师姐这个名字啦，那家里就吵起来了啊！我是小师弟，他是大师弟啊，这个是老爷啊。他不是，是老菩萨哦，老菩萨，爸爸变老菩萨，孩子都是小菩萨，这就度化众生啊！你要讲吗？佛法是实践中来的，不是向上来的。所以我们是跟各位讲，你从初学就要学对，不要学错。你学错了，全家人都是你的障碍；你要学对了，全家人都是你的助缘。好吧，希望各位啊，全家都是菩萨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这我念一遍了，这些都很重要，每一句都很重要。因善知识出生一切菩萨大愿，因善知识引发一切菩萨善根，因善知识积集一切菩萨诸道法，因善知识开发一切菩萨法光明，因善知识成就一切菩萨出离门，因善知识修学一切菩萨清净界，因善知识安住一切菩萨功德法，因善知识清净一切菩萨自信心，因善知识发明一切菩萨坚固智，因善知识具足一切菩萨陀罗尼辩才门，因善知识能生一切菩萨清净障，因善知识出现一切菩萨智光明，因善知识获得一切菩萨增上愿，因善知识得与一切菩萨同一愿。念得很累哈，休息一下哈。跟各位讲两个东西。第一个哈，他为什么要写那么多？这每一句啊，都可以写一篇论文，20000个字。啊，那我们就这样念过去的，好像太凌乱了。这个都很重要，华严经无量法门呢，这每一句是一个法门，怎么修怎么学啊，所以才跟你讲说每一句都可以写20000个字啊，都可以写。我要跟各位谈的重点是第二个重点，这里叫善知识，对不对？善财童子53餐，这是第50餐，善财。善知识，善这个字啊，在华严经里用的很多。善这个字什么意思？很简单哦，你都会用哦。这好的知识叫善知识嘛，对不对？善财，好的钱财嘛，钞票起一角算不算善？
这个善有点敬的意思，善解释为好的是绝对对，还是一样，幼儿园国小。善假如是个净，清净的净，三点水干净的净，那大概是初中高中生。又来了齁，第三集啊，大学生的定义，善是什么？回到自性，回到灵性，回到法身，叫做善。所以我们说，能够凡是能够导归自性，导归解脱，导归圆融，都叫善。所以才说善思维用心，善用其心，善知识一定跟菩提道有关，善财也是走在菩提上，走在菩提道上。走在菩提道上的人都叫善财童子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讲这么一个字，在读华严经这个字常常出现，它一定有它的意义。你再仔细一查，原来它的究竟意义就是走在菩提道上的人叫善财童子。一切见闻觉知啊，一切人事实地物啊，都能导归到菩提道上来，叫做善用其心。凡是能够教导你走到菩提道上来的，都是善知识。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什么都参，为什么什么都参？参什么？不管哪个外道什么，只要能够回到菩提道上的，他现什么相并不重要。所以外道婆罗门，有没有圣热火王？这个大威猛身仙人，这些人为什么外道啊？但是他们虽然向上是外道，却都走在解脱道上，所以我们都要参学啊，有没有？各位想想看，心量无限放大，不要只在向上啊执着那个，所以你的交友会很广阔，而且谈论之中啊都在菩提道上。不会去谈那些五四三的，那你怎么会被那些五四三阵亡呢？才因为你谈吐都在是非上。红尘中任何事我们都导归菩提就好了嘛，因为你是从菩提通通导归红尘的是非去的，当然你阵亡了。电梯门口我们都贴了，如为求法来，为何因此去？因为这些是是非非要离开呢，对不对？若为法喜满，岂可因此去？ 你法喜还没满呢，你又到哪里去？所以佛陀的弟子为什么都外出教化？因为他法喜满了，出去分享给别人。那我们怎么还没学成就被是非打倒呢？有没有很可惜？对不对？难得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结果一个是非风暴把你打死了，干嘛？太不值得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一会的相聚，我们是菩提道友，千万不要被是非缠心把你淹没了，好吧。好，我们再看经文。因善知识
听闻一切菩萨殊胜法，因善知识得到一切菩萨秘密处。这两个啊是因果啦，互不能说互为因果，就菩萨殊胜法是因，到菩萨秘密处是果啊。你还没到菩萨秘密处啊，怎么可以退心呢？对不对？大家应该珍惜。因善知识得至一切菩萨法宝舟，因善知识得增一切菩萨善根芽，因善知识增广一切菩萨智慧海，因善知识守护一切菩萨生密藏，因善知识任持一切菩萨福德具，因善知识清净一切菩萨受生道，因善知识领受一切菩萨正法云，因善知识游入一切菩萨出世间道，因善知识发起一切菩萨大欢喜，因善知识获得一切如来菩提国，因善知识摄取一切菩萨妙行，因善知识开敷一切菩萨功德，因善知识往一切方听受妙法，因善知识演说一切菩萨心，因善知识成就一切菩萨大慈力，因善知识出生一切菩萨大悲力，因善知识摄持一切菩萨自在力，因善知识出生一切菩萨菩提分，因善知识能做一切菩萨利益事。这是第一段，你看第二段就在善男子了，那就是另外一段了。这里啊，我跟各位做一个介绍，一个补充了。这只要每一句每一句都详细跟你讲，那范围太广了。大概啊，它分两个部分讲：菩萨入菩提道，一个是因，菩提因。一个是菩萨入菩提道的菩提果，这两个部分。那么这里有一些东西啊，这个因因果果当中啊，菩萨的因跟菩萨的果都无量无边啊，所以叫做万行因法菩萨果德，或者叫如来果德，果德就已经到佛的境界了。那菩萨的因呢，很显然不是一，不是二，不是有限，都是无限。那我这里跟你举一个例子，最后第二句，因善知识出生一切菩萨菩提分。你看这个词，认识吧？菩提分有几个？不是七菩提分吗？这里讲一切菩萨菩提分呢、啊，这的意思已经跟你七个无关了。它是无量个哦，我要跟你谈的是这个东西。你在红尘中学啊，佛陀不可能教你那么多啊，要无限个你怎么学？你还没念完就挂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要有限的数字告诉你，就七个，七个你好记好学。不要说 N 个啦，讲个一百个你都学不来了。对不对？所以他会浓缩下来讲七个，其实每一个啊，又无量无边个，那也不行啊。所以他就说七个，每一个都有七个，那七七四十九，那再讲第三次啊，他就不讲了。七七四十九啊，一一个有无量多，它可以变化无穷，熟不熟？你在蒙山吃屎的时候，就是七粒米、七粒饭，为什么？七个有限嘛，然后再加七个，七七四十九嘛，然后四十九变化无量无边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。从红尘的有限，已知到法界的无限，不可思议，知道吗？《幻经》里阿僧祇品就是这样啊，一你懂吗？
二你懂吗？三懂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懂吗？懂吗？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、一百懂吗？都懂啊，一百百懂啊，千懂吗？千懂啊，万懂吗？万、十万、百万，懂吗？百万、百万，就十亿，到十亿懂吗？个十百千万，十亿都懂了。告诉你，十亿的十亿叫什么？陶公公，对不对？十亿的十亿叫落差。好了，落差落差落差的平方啊。好，就从阿僧祇开始讲，从落差算到不可说不可说转有124个平方。那已经不可说不可说了。佛法你记得啊，从已知的一二三开始算到不可说不可说转，那你现在学佛是不是从已知一直走到未知？不是啦，你从已知走到崩壁，你要走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去才叫佛法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们普贤圣华严宗里在教各位的是叫这个方法才叫佛法，不是教你已知的知识而已。你只要学知识啊，叫白学了。你可以学到在华严里啊，学已知的知识，可以学到天上人间的福报。但你只要把那个方法学会了，那就出三界了。你要学的是这个啊，你学不到那个，最少要学到天上人间啊。可是你只要被四灰滚出去的话，那对不起，三恶道你的事跟我无关。我不是叫你去来这里学是非的。所以你要留意啊，你那个要带思维出去，我在电梯门口都跟你贴上了，回来不要出去啊，你还要掉到火锅啊，油锅啦齁。那个油锅我跟你讲加200度。来到这里啊，你不但不能学好啊，又学不好的。那当然罪加一等，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所以这个地方要跟你讲，菩提分法不是七菩提分而已，七菩提分是下手处啊。菩提分有好多，无量无边。那你呢？你不一定通通要学，但法门无量誓愿学嘛，菩提分就有无量个啊。那你现在先把七菩提分学好，把心量放开，有新的我再学。当你的程度到那里啊，他新的一个一个就出来。你的程度没到那里，七个都学不好，还学讲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你先把七个学好，就 A、B、C 先学好，波波摩先学好。啊，你有那能力上去就没问题了。你没那能力，读到三年级就被老师当掉了。妈妈叫来把孩子带回去，为什么？弱智，对不对？你没办法了嘛。啊，你能够的话，你就继续读啊。小学毕业的，初中毕业的，高中可以给你一直上去，甚至于你还大根器，还可以跳级。啊，初中读一年级，高一读一年级，大学读一年级就研究生了，可以啊。所以人家15岁得博士啊。那就是他有能力嘛，你没能力不用急，你就按照按部就班能上去就好。记得啊，这是跟各位讲，你不要把自己锁死。菩提分只有七个，那七个的排列组合不同啊，根器就不同。七菩提分法知道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第一个叫不知道觉分。第七个叫知道觉分。第一个叫择法觉分，这是一般的定义。华严的定义，第一个不叫择法觉分，
叫念觉分。所以一般的都是叫你折法以后啊，要连上去，不要换，不要变。所以你会退心的人，就是没有七菩提分，因为你来到这里就已经算是折法了，才会进来啊。啊，所以就应该连上去嘛，这是一般的、啊。华严不是啊，华严是进来的话先连上去，连上华严，在华严里面折法，所以我们叫定位。你进来以后，你连上去一定要连上去。所以我跟各位讲哦，那个十具足当中啊，内在具足有五个，外在具足有五个，记得吗？反正你大概记不得了，我再念一遍啊。外部具足啊有五个，牲畜具足、种族具足、家具足、色具足、相具足五个，念具足的第一个、啊。就是念具足，内在具足的第一个是念具足。那现在我们来看，你自己一个人要学佛，想要成就，这辈子绝对有可能，但是你可能不行，为什么？现在要弄颠倒了。因为你外部不具足啊，牲畜具足吗？我只问你具足吗？种族具足吗？家具足吗？色相具足吗？跟你讲，都可以具足。它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念具足。你的念到底具足不具足呢？这是关键呐。所以我们真正修行，就是我一定要把它连上去。你不会不要紧，无论如何你要想尽办法把它弄到会。很多人都这样问我，师父，我想从你这里学华严，要从你写的书里哪一本下手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问过？你就犯了根本错误，因为你用的是大脑的知识。像我们书打开，一定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本打开的第一部分一定序论，然后由浅入深嘛，对不对？告诉你哈，菩提课程没有深浅，没有深浅，只有因缘。听清楚啊，菩提课程没有深浅，只有因缘。你就随便抓一本，你看，看懂看不懂，一定把它看完，差不多你就懂了，因为里面没有深浅嘛。就算看不懂，看不懂，我一定把你看到懂。这一本看完看第二本，第二本看完看第三本，你敢不敢把你所出版的我通通把你看完？你一定懂。我当时读经也是一样，我第一本拿来就是广百论，再来广百论，那个叫什么，我一学佛就撞到鬼，那个怎么看得懂？看不懂也要看。红笔拿来，我拿两种红笔，一种就是这种蜡笔，一种是红色原子笔。看不懂的，我都把它圈起来，一个字一个字圈。这一段不懂的，红蜡笔就放过去，不要紧。我这本看完再看一本，100卷100卷这样看，我一定要把你看到懂。再回过头来，我到现在还没回头啊，因为整个大藏经还没看完了，已经都懂了。
你要怎么那找哪个钱哪个身啊？没有啦，这个叫念具足。你一直往前走，人家都说哦，他遇到菩萨了，怎么多殊胜？我都没遇到，啊，都是菩萨叫我师父来找我的。我怎么知道师父在哪里？啊，我师父来找我以后，还跟我讲说，我带你去，啊，去五台山去见谁，到九华山去找谁。我说不要，嗯。后来他都火大了，你哪里都不去，叫佛教徒吗？我说佛教徒顾名山，我非佛教徒，我只顾灵山。自己灵山不顾，顾名山无有是处，跟他吵得很厉害啊。他到八十几，他可以到处走啊。我想我八十几以后也可以到处走啊。现在还没啊。现在我们内部事情都还没弄完啊，他也就骂我啊，你就那几只小猫有什么好出席的？我说小猫出不出席一回事啊，我们自己的底子要打好啊。你一定要肯定这一点，这自己要做什么？这叫念具足，你做好以后，菩萨就会来找你了。菩萨也不必找我啊，找我师父来就好了，不然他来恐怕把我吓昏了，对不对？哪个人骑着狮子来哦？各位要留意到这些东西，你一定要自己去穿透它，黏得住穿透它，其他你一切具足，什么慧具足啦、行具足，你自然就会有了。我们过去好像欠缺的，其实没欠缺，都本质具足，怎么欠缺？但是你的下手处没抓到啊，那些具足的你也不能用啊，知道吗？所以不用担心那么多，真的不用担心，就怕你自己黏不住。所以我说那念啊，是黏的意思啊。你自己要黏得住啊，有没有黏住啊？等一下两个师会就把你打死了。第一个师会可能还不太相信，第二个师会就证明事实啊，然后就死了。菩提心那就会发起啊，熄火了。黏好选好啊、哦。我们再看下一段，第二个部分。善男子，一切菩萨由善知识任此不堕恶趣。注意看啊，这一句啊，由善知识任此，任此就是你把自己托管给善知识，你只要听话这样走就好了，就不堕恶趣啊。你有很多自己的判断呐、啊，那你因果自己背。由善知识成就自在受生，嗯，这个深一点哈。第一个比较简单，告诉你越来越深了。由善知识显示得速住智，由善知识开发知一切劫，由善知识摄受不退大圣，由善知识观察。不毁犯菩萨戒，由善知识守护不随止恶知识，这个都一个一个你看看啊、哦，所以跟随善知识是很有福报的，真的跟你讲非常有福报。我在芝加哥遇到阿恰瑞亚，他跟我说他得癌症。医生宣布他要死了，他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，不知道往哪里走，走走走啊，就遇到一个修行人，那修行人跟他讲说去找我师父看看，然后他就出家了，然后牟尼奇教他这个法，他也因此啊就超越了
癌症末期的这种痛苦跟死亡。然后我们在芝加哥见面，那我因为同学们也跟他说我是癌症末期没死啊，哈，那我们两个矮末不实则，他聚会啊，开口闭口讲的就是癌症末期跟死亡的事。后来想一想，我觉得修行人光讲这不是我们要讲的嘛，就讲说他师父怎么教啊，他就师父怎么教啊，反正他师父教的那一套他也不会讲，因为印度人的最大特色啊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讲，就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一样。什么叫孝顺？你只会讲你是怎么孝顺，你为什么要孝顺你不会讲，对不对？孝顺怎么讲？你一定讲我爸爸叫我做什么，我再不高兴也要去做，而且还要面露微笑，对不对？内心里头还不能干掉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爸爸妈妈要求的，我当然就只有照着做啊，不高兴也要做啊，装作很高兴的做啊，不然等一下还要被骂。为什么要孝顺？你不知道啊，你就只知道就必须服从嘛。他们对修行，印度人是一个修行文明，所以每个人都要修行。为什么要修行？哎，他就要修行啊。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孝顺？哎，孝顺是天子啊，对不对？天生就是要孝顺，都没有为什么。那他们也是一样，天生就要修行。所以当师父教他，他就只有照做，做做做，那他病就好了。可我说我没有师父啊，哦啊，我也做做做啊，我病就好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啊，他知道为什么，他知道什么？听师父的话，啊，我这麻烦了，我是法界孤儿，都没人教啊，自己摸索啊。我要听谁的话？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，家有老人呐、啊，是非常幸福的。我说你们那个菩提园里啊，有个长者在指导你们，你看多幸福啊！啊，一群小孩子在那边嘻嘻哈哈，啊，无忧无愁。当时啊，他在讲那种环境啊，我就在想说，假如能够加入他们的原地里，那不知道多温暖多幸福，对吧？我们法界孤儿自己在摸索，总是人家里面在吃蛋糕，我们在这边流口水，对不对？爱能够成为他们一份子，不是很幸福吗？我们也这样想，我们僧团也很幸福啊，可我们僧团不知道怎么修啊。我们不是僧团，我们是个大的教团，你跟谁修啊？怎么修啊？为什么大家都到处在找？我们这个大乘佛教僧团的最大特色，就大家都在找法门，不知道怎么修。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啊，这些上窜下跳的这些跳梁小丑啊，大家都很认真的、口沫横飞的在讲，讲什么？讲佛境界。成佛之道没有人会讲，印度人也不会讲，可是他们会修行，他们都走在菩提道上。我们呢没有菩提道，你看这个时代，横切面来看，这个时代修行者在哪里？我们找不到啊。所以要有一个善知识来跟你指导啊，是很幸福的事啊。在禅堂里我常常这样讲，你真的有吗？找到科班训练的吗？假如有的话，那是值得恭喜的，因为你是一个行者。现在都有人在修，都是片段的，都没头没尾的。啊，只是我来了，啊，师父接纳我了，啊，师父说我很有善根，那我就修了。啊，怎么修啊？没人知道。
没人知道，因为没人指导。所以你很认真在修，只有那一块，譬如念佛很好，没错啊。净土法门念佛啊，怎么念？啊，就念啊，念阿弥陀佛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叫念佛法门吗？念佛有个方法，有个要领，要领可以不同，但是他怎么指导你那个要领，让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有吗？大家都有要念到一心不乱，怎么念到一心不乱呢？没有，修行就在这里啊。要参禅，大家都会讲参禅。参禅在哪里参？要内观，内观吗？内在哪里？不然你怎么内观？你都在外面怎么内观？你要进到里面才有内观啊，那怎么进去？没有啊。所以学禅的人不入定叫禅吗？那有没有人说学禅先入定，然后教你怎么入定的？有没有？你要有的话恭喜你，应该你会入定了。当有人要教你说要先入定，要怎么入定，你大概都不会接受，因为你现在教你的人没有这样讲，所以你不会接受，这就是关键啦。所以你的修行叫什么？意识形态。你有善知识吗？有，就把你框在那个圈圈里面。他教的都对，啊，外面讲的你不能接受，这个叫修行吗？所以我们要跟你谈的是这个东西啊。善知识在指导你的是什么？菩提道能不能引导你从菩提道走？这是真正的关键。关键到这个地方啊，不毁坏菩萨戒。这个菩萨戒我们跟各位讲过了，从第三阶开始讲起的都叫菩萨戒。那么下面讲到不随足恶知识，有恶知识是使你离开菩提道的。到这个地方是一部分啊，在下面啊，由善知识养育不退失菩提法，菩萨法，由善知识摄取超越凡夫地，由善知识教诲不入二圣地，由善知识引发得出离世间，由善知识护护能不染世法，由善知识抚育修一切菩萨行，心不散乱。这个地方啊，从这个前面啊，跟各位讲，他讲到这超越凡夫地，不入二圣地，到这个地方啊，不染世间法的这个部分呢、啊。各位要留意到，虽然是说我们不修学凡夫地，不修学二圣地，要修学出离世间法，不染世间法，但你要留意到，这个是没有排他的，没有排他。不入二圣地啊，是指不执着在二圣上面，不是不修学二圣。你一定要修学二圣，超越二圣，进入大圣。假如师父能够教你直接进入大圣，而不经过二圣，那你就要小心，可能是骗人的。
当然有这个法，你是不是这种根器？你的善知识是不是这种根器？那会不会犯有酒肉心中作啊？佛陀常中过，有没有？不要以为大乘法是这样哦，不是，大乘法有绝对的标准，绝对的标准。所以当你不知道大乘是什么，如何着手的时候，你还是按照次第道走过来。不要以为这样直接你就可以跳过去了，大概你没有那种根气。你要有那种根气，我们尊重，尊重。大概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，都是跟牛肉锅一样，它不是真正的那种根气。怎么讲都是无明呐、啊。当你问他怎么破无明的时候，他又讲无明。当你还在无明中没有办法破无明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无明？要想无明，必须先破无明、啊、你不要从心经拿来背一背你就无明了、啊、那不可能啊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你般若波罗蜜多你都没有行啊，你还行深吗？前提在那里啊，所以后面才有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啊。你没有照见五蕴皆空，你怎么有可能呢？所以把第一句都省掉了，不是大圣，知道吗？第一句具足以后，后面的才有可能。行深般若波罗蜜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才能度一切苦厄。度一切苦厄，是因为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才能度一切苦厄啊！啊，这就告诉你，你必须先行般若波罗蜜，先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你都没有。然后就后面开始无明乃至无明尽，这就是关键，就是关键。学大圣绝对谦虚，不要自以为了不得，无边的业障，真的无边的业障。好吧，这个部分呢、啊，我跟各位讲到这里，这里有个。问题啊，开示一席十念，这个一席十念这里没办法跟你讲，最少要讲半个钟头啊，啊那你又会有一堆问题，所以你想学一席十念，请你参加佛七，哦，佛七完以后回来这边念佛，你在这边摸索一席十念。详细的部分佛七中我们会开示，每天会讲，我会从各个方向讲给你听。一习十念不是一个知识，你一定要进行，然后去摸索，在呼吸间吸气吐气间怎么训练一习十念，知道吗？哦，不是这样问一下啊就一习十念啊，不会回家自己念，那等于没讲嘛。到佛堂来，我们佛七的时候再告诉你，好吧？今天我们讲到这里。大众礼谢。